F3 的新成员蒜头，这一期教学由我来教你们。남자도만나잘돼있음에아직좀미르담아네가좋아하면그뿐이다第一步，你的右手旋转气球，把球按住，同时你的左手由内而外有个球绕两圈，放在你的腋下。右手把球往上拉，同时你的左手由外向内旋转一圈，放在额头这个位置，把球丢在你的左手上，在这下的同时，你的右手接球，身体倾斜，然后再丢到你的左手，身体往你的左边倾斜。然后你的左手旋转球放在你的右手的手臂上，顺着你的手臂手在你的手心，然后你的脚往你的左边发步。OK， 你学会了吗？把这套动作融入你自己的思想，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动作，加油练吧！